小奶。Little Nine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小奶。是真的会呛。是啊，是真的会呛。那我就是说，这就是很无聊啊。是会呛没错啦。好不好？就是比喻嘛，谁知道一个比喻比到刚好他们真的会呛，我怎么知道？实际上，但我知道是有这件事情啊，他们真的会呛说美国人英文讲的就是乱七八糟、啊。不过美国人也呛他们说什么，为什么英国人讲话是文绉绉？哎、欸，被讲我靠背哦，被讲我 nice 啊，来啊！先下文国啊，这个我之前玩过，这我之前玩过，超好玩的。用哪一个会比较好？高尔夫球车比较好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对，高尔夫球，高尔夫球，真的，真的。我信你啊！我信你啊！你要相信我，相信我。我是这关的老手啊！你不相信我，我觉得真的会，你会输。你选了吗？我选好。我选。你选什么？我选割草机。一群智障！许度在哪里？拜拜！耶！阿卡！机场！你以为我是什么小红？当当当当！贱的，最贱的那一种。看路霸，我是路霸。我靠！前面一台，后面一台，救命啊！拉快前进，好像要来啦！我被一个撞的爆了，还是我除草机？你骗笑！啊，完了！哎哎哎！害人太急。哦，这关我们玩过了，我们是玩那个有啦，我们这玩小汽车啊，对啊，那是玩小汽车反乡嘛，对不对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完全不敢过，太可怕了！他一个左右转就爆炸，你很贱的、欸，你还无力后退，比利真的很贱的、欸。我靠！他还故意后退，你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你快过去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我跟你讲，真的，真的，他这个心机很重。有人过去，过去。没有，我们跟后面，我们跟后面，早就转过去就好了。我们慢慢骑，我们慢慢骑，我们不急，好不好？好可怕、哦！我卡了，我卡了。不想帮，我不想帮。你刚才害，你刚才害了多少人妻离子散？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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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我看有人飞走了，真的很贱哎、欸，超级机车哎、欸，这个。等打比例下去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安然过关了。我们的倒车下去，别下去，别下去，别下去了。碎啦！救过！的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哭，不要撞啦，好可怕、哦，哇，好可怕。遇到了吗？那一台不是我，那一台就是你。我在后面。等一下，我假赛。发现那下车啦、啊，下车后面有一台大车，很好啊。下坡的时候，一大车可以在后面，在前面撞。我靠！哎，哭了。都不要撞。肥皂后机车的，别撞我。表哥说：“都不要过！”哎，别撞，别撞！啊！站住！啊！冻住！不许走！耕耘机才正确选择，我错了嘛？应该选耕耘机才对啊！一个这么路霸！
好可怕。然后五哥被撞，平地哟，八，哇，爆了！趁机趁机，哎，别别别别别，我要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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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OK， nice nice， 耶、yeah, ！我总算有机会可以上去一睹方泽了。天空的武器下来不是吗？没关系啊，哎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！一睹方泽，机车哎、欸，一睹方泽，入心灵奖，傻的，入八仙上去我们就输了，走开啦，走开，借过，借过，不要撞啊！嗯，我们往后退一点，往后退一点。可恶，卡胎失败！我想说卡胎，把你胎卡住，看你怎么过。卡胎大失败，该卡啦，该卡啦，兄弟们，卡他胎！不要！卡拉胎啊！哦，有了！一睹方彩啊，一清方泽。看爹波来了！Incoming！ 一看，哎，霹雳啊！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不要弄我，五哥，不要闹，你过去。哦，你把我撞到没动力了啦！动力火车，有了，耶、yeah ！好美的天空啊！结果不要多硬撞啊！比地冲啊！比地快点！比地快点 ！Yes！ 比地快点！比地！我要跟在大车后面。我的未来都靠你了。来，请中途别抓宝，我的未来不是梦。你看啦！每一分钟。我的未来不是梦。哒哒哒哒哒，是爱。在干嘛啦？前面在干嘛？该上了。睡哦。哎，别，自个人。同个方向都是自个人啊，道相同啊，一起为谋啊。道相同，一起为谋。你前进，加油！为我们的未来打出一条血路，是哟！啊靠！故意的！啊！屁嘞！帮助你哥哥，帮助你哥哥，给我撞！我在后面给你力道，无形之力。这个机会不属于我。你担心小可爱来了？我、哦、好爽、啊！我、哦、干！哎呦！我靠！魔杖！哎呀！会修出啊！哎呦靠！好可怕哦！等一下！救命啊！为什么？机车嘞！后面多！我拼了！哦。对啦，你还有名啊，我们都没有名了，选错车，你知道？靠，就是台白色的。哇！不要在后面一直撞我啦，你干嘛？天都黑了，我们还到不了家。雪兔，你到了没？雪兔、啊，你现在人在哪里？我已经不敢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你放弃希望了？
我们好像冲不过去。双鹰一直写在三角跟我不求这个被骗。没有人骗你啊！没有人骗你好不好？你跟我们还不是一样？哎、欸，机车，我还不是一样？哎、欸，我觉得我比挂不求车更惨，好不好？复球车好歹它有这个四个轮胎，至少它不会被人撞倒。不要！不要！哎，我的好平安度过，你们不想卡在这边吧？不想卡，能借我过？难道你们要弄那个复球车阵线吗？等一下，你动！嗨！受不了了啦！了了，这个机会不属于我。你撞别人，不是他刚好在那边前面挡我路啊！我又不是故意要撞他。糟糕！不是我，哎呀！想着你们给我一把枪，我怎么避？不是我怎么玩？还好我没有开 GTA 模式啊！我有一次我开 GTA 模式，这关根本玩不完。我就拍给同胞了，顺便换个车好了。他说去下面玩好了，机会是要自己创造的。哎，虎哥，又学徒，哎，有人完赛嘞！大哥，哎，开大车全部完赛嘞！你们的梦魇已经完赛。别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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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、哦，故意的！上次跟我讲说高尔夫球是可以的，叫、哦。要换开路吗？要！我要往下。老虎哥已经默默快完赛了。哎、欸，又一个！我被骗了，为什么？我发现点好像在下面，点在下面、啊、飞下去。点在下面啊！我刚就一直往下，一堆人完赛，我还没完好完赛。那为什么一直走错路啊？不是啊，可是我要先回去碰那个点、啊、在下面，点你在下面，然后他把我夹死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也太狠了吧！你有没有给一点良心啊？重点是骑机车，我落到地上就死掉。哎、欸，没有死，我的哎。小贱货！此路是我开，此路是我栽，此处是我栽。如果要过此路，就给你讲。啊！哎、欸，我发现一个新的战术了，你完蛋了！我已经完全透。那个摸透这个游戏了，我也摸透了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摸透。我刚刚就一直往下飞啊，一直摔死。啊，你呢？嘿嘿。我还看到主导机过，哎呀，可惜。我懂了。老公，你上去又下来了吗？过，我现在在想在下。过了！哇！干了又差那么一点。啊！雪兔往下跳啊，雪兔。过！如果你上去，它再下来，然后往下跳。空降车。点在最下面。哦。哦呦，差一点，人家那个。哇！你上到最顶点的时候，然后你还要回平台啊？对啊，你要回，再下去。过。杨明龙！怂不行，直接车机。我跟你讲，古尔丹又要再来了。杨明龙，太快了！过了，雪兔，过了，耶、yeah! ，yes。Yeah, we are the champion. We are the champion. 老婆，你走错路了。啊，我走错了。你走错了。你要跌掉下去。是啊。
对，你就直接掉下去。We are champions。但是你会摔死的。那要怎么上去？我试好几次，就是你一直跳，一直跳，跳到最后一个点，你会摔死就过了。这样吧。你毕竟他们开大车不会死啊，骑摩托车会死。这种霸气已经挡不住，对我已经破解这个游戏了。各种鸡鸡痛哎，看着鸡鸡好痛、喔，我每死一次喷五块钱。那你在你有限的金额结束前是刚才过关的，胯下炸裂！哎、欸，怎么办啊？我卡到音了啦。我是刚，我是直接掉到树上面，然后再掉下来。前列腺爆炸！不行，因为正常路啊，他这没有正常路可以飞啊。破蛋的概念，破蛋的节奏。去那个啦，这样大楼那边有那个贴墙壁，对。哎、欸，我发现我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找到方法，找到方法，我又再度发现了，投入下一切的奥秘。靠，他撞我。蛋花汤，有有有，哎、欸，大家都挂这边来了、欸，哇，他撞我，哎、欸，他们轻松过关呢、欸，因为摩托车这样子会死啊，你会摔死、啊，哦、汽车只要你自轮着地的话就没事了、啊，自作聪明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刹车一个叽，哦，大失败！所以这边就是那个、啊、高尔夫球车是最好的。哎呀，没地方可以绕叽啦！叽叽叽叽，哎，叽不了哎、欸，拍电影。你应该有那个吧，两个轮同时着地才不会死。一定要这样吗？可是我刚才这样也没有用啊。哇，中间爆炸。那你只好用前列腺刹车了。你故意想撞我？啊，我家车成功，一定有方法。啊！哎、欸，大家默默的过关了，我还在这边干嘛、啊？我在这边干嘛、啊？各位加油！各位加油！各位，我都已经要上，哎、欸，我过了，我过了，是吧？弟弟爱你哦，爱你哦。I don't fucking care, bitch。我过了，我过了。六六六六六。我要小心开啊！说那一些在那边堵的，还有给我这个，看，你给我死定了，去死啊！你要往高速公路跑啊！高公路哦，走错了。你要走高速公路，你走错了呢？我怎么越绕越远？你只是离终点越来越远了。对啊，有种越绕越远的感觉。这里吧。哎、欸，好像绕错了。是上面吗？不是上，在前面。Yes！ 别撞，别撞，别撞，别撞。Yes！ 砰！当上帝关上你的门的时候，他在帮你打开另外一扇，哪一扇门啊？肛门啊！我的整个菊花都喷血了。我来看一下雪兔啊，来看雪兔玩怎么样？雪兔。You can do it. You must be trust you.
yourself。Bye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边有个小路可以抄。就是支开、啊，你就不要管那个，支开，别，错了，对，先沿着道路走，对，先沿着道路走，然后支开，你的车也带破，对，沿着道路走，不是这里，好，直走，好，直走，好，直走，有了。是不是？哎，太偏，完了！哎，耶！嘣！太好笑了！再一波，可以，你可以的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不太偏了啦，这没有东西啊！是不是我刚才真的就是靠这招过的？不然你们那边一直撞我们，根本没办法过关。哎、欸、，Sorry， 第三名 ，Time is up。全都已经在看 FB 了。我已经抽奖，抽一波吧。玩得好累哦！为什么我们这种游戏可以玩那么累啊？有没有可以跟我讲？我就为了这一千块这个怎么讲 GTA B， 然后玩得那么辛苦，玩了18分钟。因为那个有机的在啊，所以比较玩。好累哦，才1000块而已。我就抢了超商，只要一秒，不用，只要5秒钟不到就可以抢了1000多块。哦，好累哦。但皮弟有3000块耶。辛苦钱。屁眼，你都乱捏吧。10块钱吧，所以3000吧。有人完赛才有人未完赛150块。雪兔啊！这是雪兔啊！哪一个？你说哦，对啊，那雪兔啊，150块，不错啦，还150块了啦，该偷笑了。谢谢，不客气。参加奖啊，至少就不让你说，哎、欸，你什么都没有。好啦，那我们来抽奖吧，那后面两个奖，你决定要抽什么吗？后面三个奖吧，还两个奖。三个奖，等我一下啊，我要先开一下奖品。大家说为了频道的订阅数，没有哎、欸，我觉得这还好啊。